8月25日，由李晨、王丽坤主演的微电影《阴晴圆缺二》在京举办发布会。李晨在该片中饰演一个风流浪子，为了追求王丽坤，想尽了各种招数，却没想到被王丽坤美女救了英雄。放谁啊？还有没有人管了？给你。我会联系你的。李晨不仅在片中追女友有一套，现实生活中的他也非常擅长笼络女友的芳心。之前的石头风波刚刚过去，如今女友张馨予已经成功借着李晨这股东风变身为电影明星了。由张馨予主演的电影《粉红女郎》也刚刚上映，眼看女友的电影作品新鲜出炉了，李晨坦言希望有时间能够包场去为张馨予加油助威。您会包场看吗？您如果我有时间的话。发布会当天，李晨在主持人的要求下还公主抱起王丽坤，在现场绕了三圈。您看李晨抱王丽坤的动作是不是相当的轻松熟练呢？当李晨被媒体问到是否会和女友经常做此举动时，不愿回答的李晨只好以调戏记者来蒙混过关了。刚刚看陈哥抱那个丽芙航动作特别娴熟，在家里是吧？经常练。我是专业是吗？不是。在家就不会有这样的疫情了。下次我抱你，比抱他还专业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